柔道回来，是不是气管？哦，是哦。啊，他点头说是。他们的气管下方呢有一个构造叫做鸣管。那么我跟大家挥个手。有没有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很厉害的？可是小淘气走这么快，你的弟弟小精灵哦，小精灵跟我怎样啊？哦，原来走得比较慢了，在后面看看他的头发，有没有发现金红色的，对不对？像是向日葵的花瓣一样，葵花凤头鹦鹉就是他的，好不好？啊，两兄弟是平安的，但是我没有人会去救他的，只有坏人。会把他抓走，哇掉！哇，这是谁呀、啊？有一位好朋友出来跟大家见面了，哦，跑很快，上面的朋友真幸运呐、啊，因为他最喜欢帅哥。没关系，我还有另外一位来，好不好？啊，这是谁？哦，先来介绍一下，这位穿着蓝灰色的衣服，啊，他的尾巴好可爱哦。
所以的话，我们新的娃娃不是抓这个哈。刚刚都看到它飞很快，对不对？它在野外要抓什么呢？它抓飞行当中的小鸟哦，还会抓蝙蝠哎、欸！哇，听起来好厉害哦！怎么可以飞得这么快，抓到这么多的食物呢？各位，来看看它的嘴巴，感觉很笨重，有没有？它大，对不对？可是呢，它其实一点都不重哦。它外面呢是薄薄的一层壳，里面呢是呈现多孔纤维，充满着孔隙。它其实蛮轻盈的、哦，不到30克、哦，所以呢一点都不会影响到我们新的宝宝它飞行的速度哦。它才可以很快的把食物带回家，给它的小朋友吃。哇，它自己是最后才吃的哦，真是一个好爸爸，你看有没有？那有看到它的眼睫毛吗？有，很长。那这个眼睫毛是怎么样的？各位，就是啊，犀牛宝宝在飞行的时候，帮助它挡风沙，还有挡蚊虫哦。保护它的眼睛啊。哦，犀牛宝宝回家了。可是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在那，而且大家来看看这边。糟糕了，在我的森林里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线索，会去抓走我的好朋友。各位来看看，就在这边那个捕鸟网啊，那个捕鸟网呢，它呢会去抓住那些啊正在飞翔的小鸟。小鸟被抓到的话，它越挣扎，网子就缠得越紧，在网子上面没有东西可以吃，没有水可以喝，多可怜啊！当这片森林的小鸟都被抓光光的话，也是一个生态哈。来，把陷阱解开！哇，你解开了，你把陷阱解开了！这是我们的彩虹之星树哎，哇！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这里这里，跟刚刚一样，你帮我拿着吧。对。Tignan natin kasi yung mga iba dito guys. Natin please, mga kulit sila. It's cute. Ito dito na guys.
No guys, so yun na guys yung kaganapan dito sa Liofu. Paano yan guys, uwi na ako guys.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Bye bye.